看完这部戏之后，琼瑶会不会觉得未来在对待老婆上可能要一鸣而接，或是对，就是算了。你们生会跟张涛那时候互动就比较少了。我看他笑的时候就笑，吼吼吼吼。你们可以再看一个人。香港顶流江涛现台影处女秀，春风暴热恋 Yuli， 宋雨桦说话了。Are you the interpreter? Yes, I'm Mavis。电影《我的天堂城市》找来宋雨桦、姚春耀还有魏曼主演，描述一群不同背景的异乡人离家远赴纽约打拼的故事。三人还为此飞到纽约 long stay 长达一个月。我那边住的都还蛮开心，因为我在那边也会自己做料，然后我就拍给我太太看。哦。但因为我窗户刚好有一个铁窗。哦，他说：“哎，他两个监狱料。”那次说你们在拍到啊，你们在拍，在第一天，然后因为我是我要离开的最后一天，然后那个房东就是突然闯进那个 Airbnb， 然后我真的以为被抢劫了，然后那时候唐大哥在 B1， 然后就是他只能在我跟他那个房东就走进来，然后就讲我听不懂的，完全听不懂什么，但声音很低沉，很凶。哦，我真的内心很怕他妈的被绑架，就立刻打电话给他的同事们。嗯，结果是。对，我都在忙工作，对我生气啊？没有。对我生气啊？我不怪你。你刚就在怪我。影帝姚春耀甚至还在拍摄现场中见血。就是要打我的小孩，但是里面就有一个，他们就是让我用沙包，打沙包，打一打，我不爽，然后东西，然后回头一看说，沙包都是血迹，还喷到草地上。我看你怎么老板很卡，发现。是我手就打到摄影机，啊，摄影机，那就要赔吗？你是这样子的，没什么事。I don't want to go home. Why？ 为什么？从小到大，我跟妈妈控制很多东西啊。跳舞的时候，就感觉我可以 control 整个世界。这也是香港顶流 Mirror 团员江涛首度出演台湾电影。那你们三位跟江涛那时候互动就比较少了。我昨天在节目上看到他的看板。那时候就刚好在吃那个肉的热狗，在那个，他很认真在练习他的舞蹈。哦。他就在外面练，然后就那个美国人吧，就过来跟他说：“哎，你跳得很好。”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那个，就真的在 battle。你要上去啊！你刚刚投票啊！不要闹！你看他笑的时候就这样，吼吼吼吼！你们可以再看一个人。至于好友春风被拍到和啦啦队女神 Yuli 爆热恋 ING， 宋雨桦表示不清楚，更喊话春风。这一部片我应该叫他大包场。嗯，对。以后未来每部片他都要包场。我是建议他可以包个两三场。他朋友那么多。对，然后剩下就不要给人家压力，就是看他心意啦。我太难了。